Hello， 网易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我觉得就是很少，就是有那种保持一个家的味道。最近运动就是跑步，因为对没什么时间去做一些跟朋友一起做一些户外运动。最近还在拍戏，但是也在去准备专辑的部分了。对，最近半年做的最有挑战的事情就是连续熬了一周的通宵吧。